多少钱的答应的？哎，那是谁啊？喂，别碰我的东西！谁让你们进来的？你家也没门啊？你好，罗师傅，我们又见了。滚！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，法院出具的执行受理案件通知书。罗师傅，还得敬你。 果然是匹恶马呀！没事儿，我们管饱，有的是。希望我们怎么配合呀？将这匹马，这不都已经向法院申请了？要配合也是我们配合法院的要求，对不对？理论上是这么。行，知道了，走吧。小妹妹，你是哪位呀？代理人。你有。